早上打开动森就是庆祝生日，哈哈哈哈哈。现在是一个阳光灿烂、风超大的星期二中午，然后我现在化了全妆，然后又可以出来，是为什么呢？好烂的歌，好烂！因为今天过生日，然后老板就给了我一天的假，我现在就可以出来黑一句。我们现在先去拿一个信，因为我老板今天早上跟我说他寄了一个贺卡给我，然后现在来信箱看一下，信箱现在有人。We just wait a second。今天早上的时候，我还想问一下公司能不能请半天假，因为我想下午来做蛋糕，可以多点时间。结果直接说 ，Why don't you just take one day? Why don't you just sign off? 然后就十点成功下班。OK， 我们到 mailbox 吧。OK， 我没有收到老板的信，收到了两个别的广告。然后他收到了一个他订了很久很久的包裹，终于到货。月底啦，好还恐怖，怎么嗨呀？我们今天下午打算要做芒果蛋糕。我们下午要做芒果千层，然后我们其实已经所有的原料都有了，但是发现忘记买蜡烛，还有没有上面装饰那些东西，所以还可以买那个糖粉哦，撒上去那样子。对对对，主食吃什么呢？我们现在是计划去买 Jollibee。就是另外一个炸鸡，就不是 Popeyes 太普通了。 Jollibee 离我们横30几公里，所以它不配送到我们家。我们昨天查过，它本来说20块钱以上就可以 free delivery， 但是我们家太远了，所以我们今天亲自去买。那我们现在走吧。我们最后还是决定来家边上这个最近的 No Fuels， 不需要排队。 Very well。 咦，咁奇怪嘅，得啦，真系冇法摸就得啦。Say goodbye to virus。嗯，刚在超市不让排，现在都像大统华一样不让排。那我们现在去买炸鸡。下雪了 ，amazing！ 后期披一个雪，啾啾啾。我们到 Jollibee 了，大家正在外面排队，是不能进去吗？还是点吗？他现在是不让在店里面直接走进去点，他要给他打电话，打完电话之后过来 pick up， 然后有人给你送出来。现在在他门口给他打电话。早知道是用 DoorDash 点，刚刚出发前就点好了。Jollibee has confirmed your order from DoorDash. Be ready to pick up your order between 1:59 到2:09，现在才1:32。呀哈哈！好凄凉啊，来回就走。 Hello 大家，今年生日的重头戏是自己做蛋糕。因为我们没有做过蛋糕，就是第一次做蛋糕，然后就在网上找到一个最简单的，就是芒果千层。因为他周六就要生日了，他喜欢吃芒果，东南亚水果小王子。 OK， 然后我又发现千层最简单，所以我们最后就决定做芒果千层。今天先做一次，如果失败了，他生日的时候我们还有 backup。 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一下材料，我们应该是需要芒果、白糖、 cream、 鸡蛋，差不多，就反正就很少。我们芒果周末的时候去 Costco 买了非常多，然后我们选出了一些比较熟的在这边。我们是在小红书上面找的一个食谱，然后它是做了9层，对吧？我们根据它的比例应该也差不多。这是我们所有需要的食材。 Good， 我们需要35克的白糖。好了，到了。 Why perfect？ 接着再来一点，要开一包新的。一点点，哎呀，哎，哇！需要130克的面粉，刚忘说了。我们要20克的黄油，这是我刚接的热水，然后现在来融一下黄油。现在我们要在这个盆里面加入鸡蛋、白糖混合均匀，再加纯牛奶混合均匀，再加低筋面粉，再加融化黄油，就是4步了。你说中文了，不要说马来语。这是中文。盆中加入鸡蛋，好，我来学你。盆中加入鸡蛋。那、no, 我说是盆中加入鸡蛋。盆中加入鸡蛋。Hey, try my best. 现在我们盆里加入白糖。一起。一起。加晒。加晒。加晒。几香哦，你闻一下。打成什么样啊？它没有，下一步就是加面粉，它那个薯片里面。
一次吗？还是我们这个配方感觉是一个中餐师傅的配方？人家不是一般面粉过筛三次吗？他说然后再把千层蛋液过筛一遍，就是把这整一盆东西过筛一遍。什么时候加黄油啊？混合均匀。混合均匀？为什么每一步都是混合均匀？匀啊，阿云，阿云，有疙瘩算云还是不云？有疙瘩算不云，但是他等一下还会再筛一遍。这攻略上面说要打成这样，打成这样，看我们这个一模一样，这样勺子一摆，我现在要来加入融化好的黄油，融化好的黄油，我是会说普通话的。这样子倒过来倒过去，面都变少了。嗯，还是有用的，有一些大疙疙瘩瘩，大大的疙疙瘩的就下不去了，好恐怖啊！我们的主角有了一些问题，我们的主角有点烂哎。这个正常。哦，终于再开一个烂的，我心都碎了。刚刚我们已经扔了一个了。我搜芒果千层失败的最大原因，如果你一边剥芒果一边吃芒果，那就你的蛋糕就会失败，其他情况下基本都不会失败。最后一步，成败在此一举，就是平底锅煎那个皮，平底锅无油煎，然后就是看它能不能变成一张完整的皮。现在锅热了，我有把炉子调成小火。好紧张啊，我要挖多少面啊？一勺。一勺是多少？不知道，这是它的原句。 Very confusing。 哇，不大，就是不是圆的怎么办呢？加热一分钟，表面起泡，取下来放两倍用。它、好香啊！为什么有一股香蕉味嘞？我觉得非常大可能它是个烂的。哦哟！好烫啊！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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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差不多。可以可以。怎么搞啊？怎么搞？怎么搞？又烂了。哎！喂！真的烂了。没事。看一下我们第一张饼，这里烂了两个洞。像面膜一样，现在锅比刚更热。现在它的锅大小跟我们不一样。是，所以就是，哎，这是一个搞中餐。好 ，high perfect 啊！看到。哇，整一个可以哇！哦哟，滴！哇，盐呐、盐真的不能太嚣张。它没有可能一张是完全一样薄厚程度的。好烫好烫好烫啊、哎呀，是可以，但是它受不到这么大力，你懂不懂啊？我懂啊。哎呀，这你把它叠起来，这样我把现在你把这样叠一下，叠过来，你对着你这样直接叠过去，我整个手都在锅里啊，我的老天爷啊。第三张了，终于成功了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我们削好的芒果很棒。应该没有人像我这样先把它折起来，然后把它放哦，这是好办法耶，然后把它放到碟子里再把它展开。哦 perfect， 实在是没有办法把它一次性拿起来，只能把它叠起来再把它展开。我现在真的是深深的怀疑那个教程它的锅是有多小，这样子的分量可以做九层，我们只能做出六层，六层就长这样，跟这个盘子差不多高，我要怎么让它变成一个蛋糕？我现在还觉得就是一个卷饼，一个春饼。哦不对，我们刚那个是五层，第六层它在这儿，我们决定所有东西再来一遍，再做五层，这样我们就有十层了。 perfect， 这个就算我们一边上班一边吃的小零食了。可以，挺好的。应该卷一个那个芒果进来，这样子放在手上，芒果 cream 滋一挤，大煮一叉 perfect。 好，我们现在开始，一会儿见。我们刚刚有把饼放到冰箱里面，饼大概15-20分钟的样子，因为我们怕太烫了之后那个奶油挤上去它马上就融掉了，所以我们就先放了冰箱，现在应该已经好了。我们现在多拿了一个空盘，是因为刚刚那些饼并不是每一个都这么的完美，我们要把比较完美的拿来当底和当面，然后不完美的放在中间。我们不打算拿那个什么碗扣着划个边了，太浪费食物了，在这种物资紧缺的年代。那咬了呗。
我来啦。来。哦，这么多的。哇，哎呦。哎呀，你好听话。那我们饼少嘞，奶油厚，显得气势在上面不输给别人。看一下来说说，这张要不要拿来做面呢、啊？这张超美，可以啊。这张也超美，你不觉得厚度一下子起来了吗？是啊是啊。一会儿吴瑞说：“我靠，你们卖奶油吗？”这个也可以啊，这张。后面弹的多好，你翻到，你越翻到下面，发现下面就不行了。噔噔，不要这样说。OK， 我们做完了，现在最后一层铺上去。最后一层上面我们就撒上糖粉。得了，失败了，我感觉。为什么？太多了。没关系啊，所以我一下子把人家搞败了，本来还挺亮的。红梅呀吗？因为我们刚刚这边还剩二三四，大概四张五张饼的样子，但是我们的芒果又已经用完了，就我们切了这么多芒果都用完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打算来做第二个，我们就来切一些草莓，然后做一份草莓的小一点的。这样真的很棒啊。看看外面有点夸张哦，神不知鬼不觉又在那里下雪。摆不下这么多了吧，好恶心哦。我们最后草莓切成的定型定妆照。我们的蛋糕已经在冰箱里面放了半个钟了，大家看一下，它变得更丑了。这是刚刚那个草莓上面挤的奶油，它现在化了，有点恶心。然后这个是糖粉，它化了，就有点像发霉的。准备试吃了哈，我们把它切一下，说不定里面比较好看。还有，熟了，抱有一丝希望。噔噔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me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哈哈哈哈哈！那二组在哦呀？那我不许愿吗？哦，你先许愿，先许愿。我希望这个疫情可以早日过去，我们可以早日回归正常。哦，还没说呀？哦。这个要好好保存，咱们周六还要重复利用。豆豆是几号？周六二十五。我们这个蜡烛要重复利用的，周六豆豆生日还要用。我们买了 backup， 然后这个发现千层蛋糕跟它不配，因为它根本就插不上去。这个真的有点不像蛋糕。哦，哎，还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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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给个特写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喂，特写一下这个这里呀、啊，你个靓啊！你要不要配解释啊？你看里面切出来是不是？哎，这个千层切出来，料好足啊，我们的蛋糕。